一波未停，一波又起。咁之前讲到明咧，欧盟咧就话唔会承认啊，呢个叫中共疫苗。咁啊，亦都系令到中共咧到一肚气。咁而家呢度睇到啦，个欧盟咧就话会制裁啊，制裁呢啲咁嘅中共官员啊嘛。咁啊就话系因为新疆嘅问题啊，就会同呢个中就会制裁呢啲中共官员。咁呢啲中共官员就话咧，就话唯有奉陪。嗱，首先。奉陪呢两个字咧，好似已经好似系历史文件，系历史词汇嚟噶咯，系嘛？美即系嗰阵时咧，美中贸易战咧，咪讲到明奉陪到底嘅。而家有冇讲啊？好似冇讲过嘞噃，系嘛？奉陪呢两个字已经成为历史啦，点又拎翻出嚟咧？咁我又唯有奉陪。咁究竟呢个唯有奉陪系咪真系嘴炮？嘴炮中之中嘅嘴炮咧？咁你再睇翻呢度讲啦。咁就話呢個中共啊嘛，駐呢個歐盟啊使團啊，呢個張明表示啊，中方啊，即係中共啊，注意到呢、這個即係媒體報道啊，話歐盟啊準備啊就呢個新疆人權問題咧制裁呢啲中共官員，咁啊中共咧就嚴重嘅就關切，佢話強調咧若有人執意咧要搞對抗啊，別無選擇喎，唯有奉陪喎。嗱，咁呢度讲啦，唯有奉陪。咁睇翻下边呢度讲咧，咁又系呢个张明啦，就强调啊，佢话基于呢个叫做方言搞制裁咧，佢话只能理解为蓄意啊，损害呢个中共人民嘅安全同埋发展利益。咁啊，中共咧即系方面咧，希望话对话，咁啊不希望对抗，请欧方三思而后行。喂，咁你呢度讲到唯有奉陪就屌你老母，即系等于拍台反台走人嘅啦，讲乜谂嘢啫？喂，咁点解呢度下边你要屌你老母，又话要人三思，又话做个对话嘅，希望对话唔想对抗嘅，即系咪等于一样嘢，一手软一手柒，系嘛？嘴炮行先，即系嘴炮，即系你睇翻一样嘢，而家中共面对嗰个问题，内部压力极之严重。内部外部压力根本外部咧，外国势力咧，成日讲外国势力咧，根本就唔会买你嘅单，即系话唔会买你嘅单啊，即系唔会同你，即系同你做生意都诸多阻拦噶啦。我曾经讲过，喂，以前做生意嘅，喂，大家讲个信字嘅 friend 嘅系嘛，你落单，我睇都唔睇张单，我就科税俾你噶啦。喂，而家唔使讲嘢，你落单之前不特止。喂，仲要问多你好多句，你落单之前仲要逐个字睇，咁你都已经烦捻咗啦，系嘛？喂，而家睇翻一样嘢啊，就系话，喂，你想成日都话佢叫做双循环啊嘛，咁啊双循环即系话，喂，内循环加外循环啊嘛，喂，而家内循环咧肯定出现问题啦，即系唔掂啦，打柴啦，咁啊外循环亦都系已经出边。唔会同你咁密切嘅啦，唔会同你咁即系同你做生意都会诸多限制。你睇翻内循环，你睇翻内循环，中共咧即系个内循环嘅情况咧，其实睇翻一样嘢，佢内部问题，特别系环境问题，你见到啦，环境问题，北京咧即系呢个中共咧喺北京啊整呢个两会之后咧，喂出现一个叫严重嘅沙尘暴喎。主要起源于咧就蒙古国，嗱呢个严重嘅沙尘暴咧就讲到明咧，北京咧多个即系中国啊北方城市咧，星期一啊3月15号咧遭到啊近年啊最强嘅沙尘天气啊，咁啊天空一片就即系昏黄啦，咁啊大部分地区咧佢话少于100米，咁有啲市民讲话唔系1000米，即系佢话呢度讲到明少于1000米咧，其实有啲。即是北京市民讲咧，就话100米有啲几十米嘅咋，睇到咁又话即系空气肯定即系你肯定有问题啦，对个人体系嘛？嗱，咁你睇翻呢啲，睇翻呢啲咁嘅景象咧，睇翻呢啲沙尘暴咧，咁又嗱，你见到啲沙尘暴，嗱呢度睇翻，喂，即系有啲北京嘅市民讲咧，就话好似世界末日咁啦。咁有啲啊，北京市民就话咧，即系话唔知系咪即系讲一个即系笑话啦，定乜嘢咧？佢就话中国人咧就去唔到火星，喂，但系而家咧北京嗰、那个即系北京啊，而家呢个沙尘暴咧，睇落去咧就好似去火星咁样喎，即系话中共两会之后咧，北京啊成功啊
登陆火星啊，系嘛？北京人啊，成功登陆火星啊，系嘛？你中共不嬲都系即系做呢啲咁嘅嘢噶啦嘛，阿 Q 精神啊嘛，咁你睇翻一样嘢，喂，你唔好话去火星啦，你而家你中共连载人去月球啊都唔得啦，咁啊火星唔使讲啦，连美帝咁强啊，都系而家研究紧，即系载人去研究紧，载人去火星啊嘛，最紧要成日都话去火星，去到火星。最重要是你回到地球呢为之成功，因为火星和月球呢、那个距离火星是远很多的，是吧？那你现在看回再讲回这里沙尘暴，那他就说即 是蒙古国啦，蒙古国首先你看回呢这个沙尘暴的起因呢，即沙尘即沙漠化，沙尘暴和沙漠化 有关系啦，那这里讲到明根据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局、啊、在这个2006年6月17日公布咧，就话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沙漠化土地面积咧达到几多咧？系173,900,700平方公里啊，占全中国嘅面积咧18% 以上，咁啊影响咧全中国咧三十个一级嘅行政区。嗱，咁你18% 以上即系几多咧？以上我记住，嗱呢个以上你见到中共都肯公布呢啲数字出嚟咧，就证明咧个沙漠化严系好严重嘅。18% 以上，即系等于中国嘅土地入边有1/5嘅土地系沙漠化。咁啊，1/5嘅土地沙漠化，你见到系2006年啫。咁你见到一样嘢咧？咁啊，中共咧不嬲咧就吹嘘咧就话治理沙漠啊嘛，即系种治理沙漠就揾啲夹硬揾啲嘢咧，又话啲话即系喺沙漠入边咧想绿化。其实咧好多专家亦都好多外国媒体话咁样系冇可能治理到沙漠嘅。咁即系等于而家中共嗰个治理沙漠嗰、那个，即系佢嗰个能力系已经失效，甚至系失败，系嘛？所以你见到北京而家呢个沙尘暴。即系你见到北京咧个天气咧，不嬲都系屌喇声，好多时间都系见到即系，哇真系咁嘅情况噶，即系唔系沙尘暴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系等于即系天气恶劣嗰啲烟啊嗰啲成咧，都系整到成个北京入边咧都系灰灰蒙蒙咁样嘅。嗱咁而家你见到啦，就系话沙漠化啦，咁沙漠化。其实而家睇翻一样嘢，沙漠化嘅成因咧，好多都系讲到明咧，都系人为啊嘛，人为原因啊，咁啊人口急速即系急速增长啦，即系所居住嘅地方咧被过分啊，即系种即系耕种啦，以及放牧啦，咁啊导致土地干枯不适合，即系话耕种，即系等于而家呢个睇翻嗱，睇翻呢度啦，呢度咧嗱，见到黄。好黄的地方咧，就等于好干，不特止都系仲系沙漠化嘅。咁嗱，你见到啦，嗱你见到嗱北京喺即系北京喺呢度啦，北京嗱你见到内蒙啊，唔好话蒙古国啊，内蒙啊呢度咧呢啲咧都系沙漠化嘅迹象嚟噶，系嘛？呢边啲都系沙漠化嘅，所以北京距离呢度有几远啫，系嘛？喂，几百公里。喂，几百公里就已经有沙漠化，即系等于佢个沙漠面积，佢2006年公布系18% 以上，而家我估啊30% 都嚟啊！你见到咁啊嗰个面积咁大系嘛？即系咁大个面积，咁你其实等于而家去到1/3噶啦，系嘛？即系之前都讲到，即系有好多。即系网，即系啲专家都讲啦，网友都讲啦，话中共咧，佢个治理沙漠嗰个系根本治理唔到嘅，系失败嘅。好多用呢啲咁嘅治理沙漠咧，就表面上咧佢治理咗之后咧，又话变成绿洲啊，有个整到好似一个人工水池咁样，转头变成沙漠。其实呢啲咧都系咧，佢用即系呢啲相关嘅人士咧，就系话。中共啊嘛，中共嘅體制就係咁樣啊嘛。喂，你個沙漠化嚴重啊嘛。喂，佢咪用呢個治理沙漠嘅，即係嗰個誘因咧，咪抌你心口咯。其實真正嘅嘢，佢影咗啲相，影咗啲片段出嚟，其實根本咧就冇做過嘅，係嘛？即係等於
系嘛？你即系呢个体制之下咧，造就咗啊呢班人，即系有班人咧就系话，喂你咁，即系你啲钱都系即系左手去右手噶啦，系嘛？咁我咪顺便咪帮下你，咁啊将啲钱喂整落我自己嗰度咯，啊整落佢自己嗰度咯，系嘛？咁你见到好多系好多都系噶嘛，治理沙漠又系唔掂，咁啊又话南水北调又系失败嘅。好撚多都失敗嘅，咁而家又話咧治理嗰個叫做水道咧，咁啊經常你見到咧，經常都水災嘅，咁呢啲就係中共嘅體制下嘅問題，根本成日都講治理沙漠、治理呢個水道，南水北調，全部都係呢啲唔係大白象工程咁簡單啊，其實呢啲就係叫做圈錢工程，圈咗啲錢，根本就冇做治理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度見到中共即係兩會之後咧，真係咧成功啊！即係北京啊，成功登陸啊呢個火星。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。